对吧？我青甲我是觉得这件比较好看。我今天卡出来一个 bug， 就是我的手枪上面装了个，现在还有，就是我手枪上面出来那个狙击枪的瞄准镜。这么屌？但是不能用，它只是卡在上面了。然后我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没了。狙击步枪我的瞄准镜是一直没有的。我现在连那个虚拟准星都没了，我只剩那个手动瞄。你这外面有一艘船呢，是野马是吧？啊，我要不给他打了。别动，野马那个人刚才被我打死了。啊，他也没有想要登陆的打算，好像。他好像是下来以后另外一个人把他狙死了，然后我把另外一个人打跑了。可以，我看他想不想打我。等等，你刚才说那个船上人还没下来是吧？ Justus Bella 名字。不知道，是个野马。是的。等一下我去看看。要是野马的话，我没印象，我不知。在哪边呀？我这边没看到。好、哦。听到声音，打起来了！发生啥事儿？我出去看看。发生啥事儿？优厚能听到吗？能，在打呢。我上去看看。我听到你们的枪声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哪儿打。我现在在外边了，哦，我看到你们了。不应该啊，野马盾有这么厚吗？他什么野马？感觉你们好像还离得挺远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你在追他。他跑了，跑了，不管他。哎，我被导弹打了，什么鬼？你后边有一个，你后边好像有一个是短剑吧？我看不清那是什么。好像 是不是二开头的？好像是短剑的。不行，我受损了，我打不过他，我主炮已经打了掉线了，我操！而且我推进问题也有点问题了。你先停，你先找个地方停下来，我看他会不会跟你过来。我用枪把他狙了。还能在船里把人狙了的？不是，我看看他会不会跟着你下船。不行，我得那什么。eject 他是吧？不是。我看不到他飞哪儿了。我没开。我要跳船了。跳吧。我在这个就是写着八号这一边，我在他空间站写着那个 CCV 八号这一边。我在空中飘着。这不是好晕啊！我他妈那个什么，他那个。签约之前朝我甩两发子那个炮弹，导弹，我都没瞅见那个导弹的警告、啊。我看到的是导弹，我现在知道那个蓝色的两道过来了。你上来以后，你找那个停机坪这边写着个八的地方，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柱子上，白色的。我知道，我在找。哦，对，我在这边停了一个野马，我在这野马的上方。啊。一会儿咱们要是没人来弄的啥，我觉得野马可以装两个人吧，咱们一会儿可以开这个野马跑。野马不是战斗机吗？
这个好像是普通野马，好像是 Alpha，就是那个新手机，它里边应该可以装一个人。我在08了呀，没有看到船。不是，哦，这个是不是写的都是八？你没到，有，不是的，数字不一样，我找一下吧，一你样的。不是你找一下停机坪上面停了个野马那地方。行。靠，这野马还没瞅见了。我在这野马上边，比较高的地方，我没看见你啊，你在什么位置？哦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这就是野马 A 啊，野马 A 有点帅啊。野马武装 A 怎么性样？能不咋样，我下来了，武装怎么样？就两门 M3A，我下来了，我觉得我会摔死。不会的，这游戏没有摔死这个人。不是，他这个从高处摔下来总会摔一下，我下来了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你人呢？你在你上边，往后看，背后，这儿的，这儿的。这儿，这儿，再往后，再往背后，后，背后，我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哎，哎，哦，是谁？你吗？别怕，是我，是我。妈，吓我一跳！果然我掉下来的时候摔了一下，不扣多少血呢？都变成黄子了，进去吧，进去。在这个里边用实弹那把枪比较有用。嗯，对的，我一般用狙和实弹，当然那枪我就是挂着好看而已。我估计以后他是会出那种可以防实弹的枪，然后你拿激光打它会不是防实弹的盔甲，然后你拿那个激光打它就会好一点。实弹武器，我觉得应该不会，因为实弹武器跟激光武器各有各的优点。激光武器可以打很长一梭子，实弹武器的话就是威力高，但是要换弹。这里边好像没人，至少我刚才在里边绕了一圈没。走吧，我带你去那。哎，好像有人。哎，我，那是我，那是我。啊！我靠，是你！妈的逼，你啥时候进去了？吓我一跳！你从哪儿进去的？你吓死我了！我靠！来拿钱，一人两个。哪有钱？这儿，进来。哪儿呢？你人呢？我在这儿呢。你出来。到这个一，这后边啊，这个里边，这一个瓶子是五百，这么溜啊，一个瓶子是五百，八分钟刷新四个，然后你看你现在先，我现在11000了，可以，走吧，我们去监控室，我应该没打中你。没打中，吓死我了！我还好跑得快。怎么调射击模式的？啥叫射击模式？我这枪好像现在是三连发的。啊，C。Semi Auto OK。哦，对，前面那个地方我去拿个血包。是不是现在补血好像不加血？是吧？是的。不是，这个是拿那个针的，就是给自己打针用的。哪有血包？就那个你给他拿一下，你好像就给你的身上的东西补满了。武器库。啊，糟糕！补充一下弹药。我觉得。一楼的门开了三个，二楼的门开了两，开了一个。不是，那好像是我刚才没关。不是，你看一下有变化了，那才是说明有人进了。有变化，飞船侵略过来，我们听到声音的。不是啊，我说他那个图上面，他那个 security room 那个图会变化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在 security room。哦。就是这个上边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地方如果发生变化的话，那就说明有人动那个门了，就是蓝的变绿的，或者是。不是蓝的变红的，或者是红的变蓝的，就说明有人动了。这个柜子是不是现在用不了？这个柜子只有你是有那个通缉的时候才能用。有啥用吗？它就是一个武器库，里边是弹药和枪。哦，是吧？你在这看着吧，我去门口待着。好的。我先去三号门，我看看我有什么办法能把人引过来吧。打字。我问群里还有没有来一起玩的？
这样吧，我就说，我就看看这样的，我看能不能用激将法把他们搞出来。我就说这个地方咱们占了，然后谁敢来谁就死，看看有没有人会来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话说，像这个酒瓶子一样的东西，我还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过，就是 ICC 的第一个任务，那个红点旁边就有个残骸，飞船残骸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箱子，里面全是酒。对啊，可以看到，而且里边还有一种日记，那个不是还有雪茄，雪茄是100。你准备买什么大船啊？我看看有没有人作死回来。你打错了两个字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！误会了，他们以为我是在警告他们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他来一个。其实这样就够了，你知道吧？我 知警道，告效果已经达到了。我知道，哎，对了，你准备买什么大船啊？你以后准备走什么线？打架还是探索？打架吧，我可能会买个报复吧，或者我看看，嗯，我也是准备买报复。我觉得报复可能还会再出变种。来了艘仙女。仙女，我靠，那可能一堆人呀。不，应该不会。他从哪个门？你看到哪个门变化的？告诉我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就死守这个等一下，等一 security 这下，等一个。下，你去看一下啊！我妈叫我去搬点东西。哦呦！我靠！你靠靠靠靠靠！你这给我卖的！跟你说，security room 是最坑爹的地方。我觉得我要把你卖了。你死没？你死了？你死了？我没死没呀，死啊？但他是人呢？我听到枪声了。我没开枪。我看一下啊，没有没有变化。他可能不是从咱们监控的地方进来的。不对，他还在仙女上，他还在仙女上，仙女还在动。我知道，可能，但是我刚哎，又来了一艘。喂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有用这样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我在医疗室，我现在下去查查。你来监控室，你来监控室，你来就是了。所有啊？的他全都停在监控室对面的停机坪，来吧。你确定？不是，你看，咱们一哎，他们直，自个儿打起来了。咱们一直待到这个地方，会被那个，会容易被抱团啊。不会，我们等他们进来，我们再那啥，他们没进呢。他们刚刚好像是小船朝那个仙女号发射了一枚导弹。外边一个短剑，一个仙女。哎，这个仙女可能就是我刚才在停机坪，在主基地停机坪看到那个。哎，我们直接进仙女船上把人给毙了吧。不是他那个，不不，你等一下，你看那短剑想干嘛的？他是不是要停到仙女上面？不知道，估计。啊，你在监控室看着啊，注意你背后，我去那个门外稍微看一下。好，你看看有没有机会，我们直接登陆到仙女上，把仙女人给不毙是，了。我们现在这样子出去太容易被发现了。我开一个门骗他们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他们绝对有那个，都没动，都没动。打起来了，短剑直接撞在仙女上了，短剑爆了。我刚才出去走看吧，了。走吧，咱们登陆去吧。不不，我觉得他们会从这个门过来。我现在在上楼，在3号门。不是，他们都没有人，没有人进来。船上面下来人了吗？没有，仙女座起飞了。全跑了？没有，又降回来了。现在咱们单独作战吧。抢仙女啊！K，仙女应该看到，应该看到。我出去了，我在平台。我也出去了。我在三号平台。我就直接出仙女在的那个平台了。仙女还在动，驾驶员好像不在驾驶位了。驾驶员在驾驶位上，我绕一下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有，我觉得真的可以登录，可以登录的。你从哪边登录？我从他右边摸过去。下边这个人是你是吧？是我，别打我。OK。现在在那个 Ava 的那个人是我。我在你后面。可以。他只有一个门能出来吗？快快飞过来，快飞过来！来了来了。哎，他这起飞了，我上不来了。行，你可以上来了，你可以上来，快快快快！是上来了上来了。是这个位置啊，机头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。后边不会来人吗？不会不会，后边没有人的。OK。仙女后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先别开门这么快啊！我爬上来再说。你开门啊！开门以后我往前冲，他肯定在驾驶座上。走。有霰弹枪吗？死了，走，哈哈哈！你看，我那啥，我靠，我他妈还没开过大船，哈哈哈！去炮台吧，我上炮台了，走起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仙女坐这艘船打架非常的鸡肋。等一下，左边有船，左边有船。左边有艘大的，左边有艘大的，快快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男的主炮队。哎，我为什么动不了？Condition alert, high. 哦，可以。Complete. 在左边，首先来。他一直让我 landing。Engaging landing mode. 你按 N 呐、啊。Condition alert. 切换武器模式。Engaging landing mode. 你拿你的主炮队的。High. 在你屁股后面，那船在你屁股后面。我靠，他这个船真不灵活。Condition alert. 大哥，看那船。我正在找，在你屁股后面。你哎，他为什么老过？
他都开火打你了。哪个？就是这个。我怎么看不到？哦哦，在里面，在里面，你飞出去了刚才。你直接拿导弹锁他吧，仙女的导弹架子非常大。我为啥不能锁定他？按不会吧？记得把那个引擎的动，引擎的那个能量输送给护盾。我操，没开过大船。他跑了。他只要不是签约的，还有可能会回来。他回来了。啊，锁定了。仙女的导弹就是不停的锁，不停的射，不停的锁，不停的射，非常的屌。但是他也就这么用出来，因为我的副炮是根本不可能打得中人的。我现在听不到这个船的声音。这个仙女，这个仙女座之前被打了。Stand by, scanning, radar contact.哦，原来右键是他的武器。啊，他撞我！哎，他去哪儿了？我咋锁定不住了？他去哪儿了？我咋锁定不到他了？你知道怎么弹射求生舱 ？L 加。Engaging landing mode. Engaging weapons mode. 哦哦，加啥 ？Alt 加 L 吧。哎，他是不是跑的呀？我咋锁定不到他了？你按一下 Alt 加 L。不是，我找不到他了，他是不是跑了？发生啥事儿 ？Hello。我在玩那个逃生舱。他刚才那个船是不是跑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没锁，我在玩逃生舱。我找不到他了，他可能跑了。哎，仙女座后面还带一个逃生舱。嗯，我真不会开这车。逃生舱现在还不能用的吧？你这样一说。嗯，应该可以用吧。但是拿什么剑发射这是个问题。我问问群里。我把鼠标按出来了，怎么给它按回去？不知道，我还从来没把鼠标。你按一下 ESC 切到菜单切回来试试。不行。我从驾驶位上下来一下，你来开吧。这大船我开着不习惯。那这逃生舱怎么发射啊？咱们研究研究。在这个地方研究逃生舱。在机尾，机尾，机尾。呵呵。嗯。哦。这是个。你先上去，我看看是不是要人为把你发射出去。我看看。这是个。逃生舱，这肯定是个逃生舱。但是没什么用啊，什么界面也没有。对对对对，我找一下，我看看是不是，完了，我被卡住飞船了。再见。哎嘿，要我回来接你吗？你接不了我，我现在以极速啊，你飞向星球。你已经跑到多少光年以外了，是吗？差不多。恭喜你，你穿越了。妈的，好气啊！我上不去驾驶位了。我猜是那个他这个原主人把这船叫回去了。我上不去驾驶位了。不会的，不会，叫回去了，我们还是有船的。但是这个我真上不去驾驶位了，好多 bug 呀。
我回不去了，我回不去了。